九把刀由网络作家转战电影圈，在台湾影坛闯出一片好成绩，第二部作品功夫即将开拍，选角更是备受关注。对此制作公司也保密到家，而4月10日在影片发布会上亮相的演员却是一位年仅6岁酷似周迅的女童。刚才说到她是一个新女神嘛，有没有跟妍希报备一下那个后生可畏、我刚刚传 APP 传那个小花的照片给她看，然后她说真的好像小周迅哦。对，片名一公布，大家吓了一跳，与周星驰经典电影功夫同名。九把刀不改幽默个性，希望自己的功夫可以跟星爷齐名。那怎么会想要跟周星驰撞片名？哦，撞片名吗？我功夫2001年的时候就写了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更有名啊。对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这是我的荣幸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所以以后大家是要说周星驰的功夫跟九把刀的功夫这样来区分？也、那是我的荣幸啊。对，就你要拍得好看，才会有办法被这样子拿来讲，但是其实我们还在努力，现在都不敢说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方向。所以明年开拍，九把刀再次出手就将挑战 3D 电影，功夫不言而喻，十分令人期待。当天老板柴智屏也到现场全力支持，对于预算更是给予九把刀足够的支持。哇，台姐，台姐呢？我可以花多少钱？应该是这样讲，我觉得只要把片子拍好，并且可以跟周星驰的功夫相提并论，花多少钱我们都应该是值得的。预算无上限吗？哇，真的吗？预算原则上是我口袋里的无上限，超过我口袋里面的不行了。